猫都能抱着他媳妇儿睡，大饼是太监，太监猫都能抱着他媳妇儿睡，小葱也是弟弟，太监猫都能抱着他的小太监猫媳妇儿睡，而你只有决战平安京。 拜许泰伦所赐 ，OPL 俱乐部全面调整管理 ，YQCB 首当其冲做出规定，队员10点后禁止独自出门。这和坐牢有啥区别啊？晚上基地门一关，一人一套5年高考3年模拟，别说拿总决赛冠军，几年后考个清华北大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。其实也不单单是韩援的问题，主要还是人品。睡烦也不是所有人。那个 YQCB 的中单爱家自己不就是个典范吗？女朋友经常在基地出现，好像也不是工作人员。 长得是挺漂亮的，他女朋友看起来也是粉丝的照片。你没看到你男朋友女朋友吗？都写的明明白白了。我的天，怎么把火烧到金阳那里去了？这肯定就是睡粉呐！实锤了，妹子长得全国赛抽签仪式，大长腿，全身上下香奈儿，哎，包都是限量。嘻嘻嘻。 那艾佳养这女朋友，我一年伙食费了。艾佳吃苦和自来水，只为供养无业女友，真是好惨一男呐！金阳，你没事吧？姐被带了一首节奏，你看着可能会爆血管，但是我建议你不要去金圈养殖场跟他们一般见识。我告诉你们，东西可以乱吃，大不了就一条命。 话可不能乱说，这是害一个无辜男孩变单身狗的节奏啊！你们这是作孽，你们知道吧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叨叨了。我有女朋友怎么了？我打游戏的键盘都是女朋友送的呢。我女朋友啊，是我很久以前追到的，城市赛的时候。啊，是是是，我追她，我强调一下啊，重要的是我强调三遍，是我追的她。 照片呢？里面也扒出不少了。哪次见他看我的眼神中闪烁着崇拜的光芒？告诉我，我立马回去烧高香。我女朋友怎么了？有没有她，我们都是保级。她有鬼节奏。保级特光荣啊！嚷嚷个毛！隔壁战队都听见了，你羞不羞？丝毫不避嫌。小姐姐可以迎着狂风就上了。去玩吧。想为你高歌一曲《野子》。真的长。 我知道你们对我特别的感兴趣，也特别的有意见。微博底下的真诚祝福我也都看到了。我要在这里回应一下 ，RV 的鞋子不是 A 货，是小姐姐我用这双勤劳的手一双双从各家专柜扛回来的。然后啊，你们也别光扒这些小东西。看这个，这是去年双十一呀。 我们爱家送的周年礼物，高兴了不？满意了不？从今以后，不管是刀山火海，还是万丈深渊，姐姐我都不会回头的。你们慢忙。 哎，你们别听他瞎说！你知道那车多少钱吗？我哪有钱？我买不起。我拿头送给他，我真的不骗你们。那车多少钱你们不知道啊？你自己百度自己上网搜一下。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他呀？我。人家都是躲着节奏走，你这看见节奏来了，迎头就上，毫不含糊，还顺手接过了扛头大旗的重任，自己走在了自己节奏的最前端，亲自领路。 厉害了我的姐，请叫我女王大人。这世界很酷。